大家好，我是 Amanda， 今天又来跟大家分享淘宝开箱。咪以为这里很少啊，分分钟一集都分享不完的，我尽量啦，尽量啦。自从有个网友教我这样拆袋之后，每次我都感觉到好疗愈啊。这些都是我双十一之前落单的，现在才收到啊。后面还有几箱都未来齐的，赶着跟大家分享我就不等了。首先来看看第一个我买了些什么。南极人啊，估不估到是些什么呢？男士们可以回避一下啦。我在南极人度买了两款不同的弟弟，之前未买过的，所以先试下水温先。这一款的我买了一 set 三条不同颜色的。好明显车工好乸西啦。我是 164cm 51kg， 佢呢款个大码好似细码咁细，搞咩呀？试着咗佢一日，唔係讲笑呀，竟然勒到我条腿抽筋。为免我再抽筋，另外嗰两条唔使试啦。整体来讲，它也不是完全没有优点的。它的价钱真的很便宜，质料也不算差。不过如果比我瘦小的朋友想试一下，又不介意它的车工或舒适度，我都一样会分享它的链接在资讯栏给大家参考。唉，一开箱第一件就踩雷，希望之后嗰啲会好啲啦。第二款系一 set 两条唔同颜色嘅，哇，佢个质地非常之好，仲滑个蛋挞啊，完全冇车工嘅问题。如果将它和之前那一条来比，简直就是天堂与地狱，就是这么夸张。我一样都是买大码，大小啱啱好，舒服到不得了，不用考虑啦，就买这款，我一定会回购啊。第二件，咩嚟噶？哦，系一个防蚊网啊！澳洲开始夏天啦，最真夏天噶啦，啲吸血鬼啊，当我蜜糖咁。唔防佢哋啊，我肯定变斑点狗啊。呢款防蚊网你可以挂喺露台、窗外、门外，佢可以帮助隔离喺外面飞入嚟嘅蚊。开封后为期大概三个月，有说明书讲解埋教你点样用。我睇咗好多评语，都话佢好有用，咁多人每年都不停回购，咁就证明佢真係有效啦。第三件又係南极人，咁重份量，估唔估都係啲咩呀？怕熱过我，夏天一定要有佢。
佢就系南极人嘅四件套装，里面有床笠、被套同埋两个枕头套。因为收到冇几耐，我亦都未试用，但摸到佢个质地都唔错、啊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我都唔记得自己买咗啲乜嘢。你睇下卖家包得几仔细，哦，全部都系木制品。呢把就系传说中嘅网红刀，太可爱了吧！咪睇佢细细把啊，又真系切得下噶。我家大小姐啊，超中意用佢啊。尤其是用它来切姜葱蒜，一流啊。再来的就是长木羹，它的做工没得弹啊，特地买它来吃黑牛用的。我还一次过买了两支添，可以和大小姐一人一支。性价比超高啊，喜欢的朋友不用考虑啦。买啦 baby。 再来的是一把牛油刀，整体来讲都不过不失的，唯一是不太满意他的手柄，如果他有打蜡的话就会更加完美了。再来的就是一个木碟，我买它来当杯垫用的，它的木纹和颜色都超漂亮啊，做工都非常圆滑。跟住就是一对迷你的木羹，吃雪糕又怎少得它啊。它的质地和做工都是我喜欢的，冇得弹啦，超满意啦！呢间店铺真系值得推介。呢间铺嘅最后一样啦，佢系一个木制嘅挂钩，就系中意佢唔使转窿，安装起上嚟又超简单。咁嘅价钱估佢唔到系全实木，咁平买佢执到啦。Next， 哇！啲卖家好好啊！最喜欢看到他们包成这样，这样真的寄来的玻璃不会烂啦。哇，你看你看，超靓啊！我买它是想用来做 DIY 的抗香剂，自己 DIY 总好过你在外面买啦。在同一间店我还买了这样东西，就是一个16寸的铁pan啦，用它来煎荷包蛋真是啱啱好啊。
睇唔睇到佢几有份量呢？买到咁平，去边度揾啊？掂啊，买啦！下一个睇到个箱，已经知道系啲咩啦。孖人牌啊！咁买咗啲咩呢？孖人牌最出名啲咩，我咪买咩咯。真真，我买咗一把菜刀。喺澳洲又真係好难买到一把似样啲嘅菜刀。买过几把，玩唔够两三年都报销啦。之前喺香港都买过佢哋个刀具，仲带咗一把过嚟添。嗰把都已经用咗十年啦。咁贵买一把菜刀，希望佢可以陪我耐啲啦。为免买到 A 货，建议大家都是去翻双立人的官方网站度买。除了满意，我没有其他嘢讲啦。佢有怀保证书同保养书，小心保养，寿命就可以长啲啦。一次过买两把刀，够用啦。他们除了刀出名，还有些什么呢？哦，这个是赠品来的。好像是画一个便当袋。老细已经两年没回 office 了，便当袋都暂时用不到住。几时疫情才过去啊？我只是知道一波未停，一波又起啊。希望真是明年的五月之后可以回复正常啦。话时话，我好想出一啲片呢，画面同旁白是冇关系嘅。例如是边整甜品边讲闲话。呢箱一阵间试开，睇下佢仲有咩赠品先。呢位系，唔紧要，可能佢识我，我唔识佢啦。呢盒应该又系赠品啦。哇哇哇，好靓啊！哦，原来这个是相架，所以送一张相给我摆下去的。我想放我张相下去可能会靓啲，这样才不会浪费了相架嘛。有没有人认同呢？好啦，今天的开箱就到这里。哎呀，差点唔记得开埋呢一箱添，我太心急要赶住今日出片啦。呢盒系双立人嘅真空保鲜盒套装，佢有本咁厚嘅说明书，教你点用同埋点去保养。
成盒嘢望落去有几精致喎。佢有几种唔同嘅组合可以俾你选择，而我揀嘅呢一个组合呢，包括有一个大嘅保鲜盒，一个细嘅保鲜盒，同埋两大两细嘅保鲜袋。当然仲有抽真空嘅主机啦。你可以睇到保鲜盒嘅玻璃非常之厚实又重手。买咗返嚟我仲未开始用啊，因为要赶住出呢一条片，所以同大家分享咗先。但整体嚟讲我都係好满意嘅。其实大牌子嚟讲都唔需要担心得太多佢哋质量同埋耐用嘅问题。有需要嘅朋友，呢一款都系值得购买嘅。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多谢大家收睇，拜拜。